今天啊，这不又到星期五了吗？还是星期五的下午了，还有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始享受这个周末时光了。周末，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啊，生活好美好。是的，很美好啊。就是想到最美好的事情，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是休假了。每次这个到了周末的时候，感觉眼睛一闭一睁，这时间就过去了，就感觉完全不够我用了。就是完全就没觉得，哎，我才刚刚开始，怎么就结束了？就已经到了星期天了。对呀、啊，就是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特别的伤感啊。不过你放心，有我们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是个别、可以说我们都是这个大多数，是吧？日前这个中国内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一个河北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实施的这个方案，提出啊，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施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天小长假、这样的一个政策措施。一时间啊，关于2.5天的小长假讨论就迅速登上了热搜。那必然的呀，这就简直了，这个简直就是过年前最大的事情。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就应该是我们的放假时间了，对，就应该是放假时间了。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是在加班了。对，有这个数学好的网友就帮大家算了一下，这个一周多休半天，一个月就是多休2天，一年就是24天，都快赶上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也有网友就说啊，你这样子的话，我要去这个政府部门办点事儿的话，那就更加不方便了。你自己是休假了，但是人家也不上班啊。所以这还有一些这个基层的工作者啊，倒是想把这个半天啊，我不愿意休，你能不能给我换成加班费了呢？然后还有一些加班狗啊，哈，也是说这个看到了这个建议以后，就是说，哎呀，我不求这个2.5天，你能不能先把我们那个双休日先还给我们再说了，先给我们休上了。对，好多这个公司啊，在双休日的时候根本就是不休息的。确实呢，现在大家的工作压力啊越来越大，很多都市青年男女啊，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家与公司两头跑，平常的上班时间就更别提了，加班啊变成了家常便饭。而说到休息啊，虽然中国从1995年开始实行双休日制，但现实生活中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个福利的。你看看这个数据啊，这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白领满意度指数调查报告就显示，中国白领的加班概率达到85%，而加班5到10个小时的概率更是高达21%啊。可以看出，所谓的这个双休只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个空中楼阁，这个制度是制度，但是当中的一个弹性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基本还是由用人单位来说了算。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啊，一周双休确实是法定的权利，国务院呢早有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得多于40个小时，而天数不得多于5天，而且我们所说的加班呢、每天是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的。但是当有人真的是拿着这些条款去跟自己公司老板去说理的时候，老板就会说，哦，这个是这样的，这单位申报了不定时工作岗啊，就算你一天工作24个小时，我也可以不给加班费的。你看看他们这个太令人心寒了。对，他们还觉得自己特别有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话，你要是跟内地的老板说，跟香港的老板说，都是一样的结果。对，在这一点上非常同意。只要是老板，他们全世界不论人种，不论都希望你加班。对，是的，这个啊，按照这个最低额度给付的这个加班费啊，也是一些企业的一些惯用伎俩啊。很多内地公司一个月的加班达到了100多个小时啊，但是最终出现在你的这个工资条上，你看一看啊，其实只有写到36小时的一个加班费，也就是跟这个制度它所要求的这个制度是相持平的。所以啊，有的网友就表示了，自己工作了20多年了，别提什么年假了，就连平常有个事儿要请个假都要被扣工资的。这个是发生在我可以说身边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确实啊，可以发现很多人在自己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并不清楚相关政策，维权就变得难上加难了。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他就说过，新技术的出现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会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间，但灵活的工作时间应该更多的基于雇主还有雇员之间的协商。所以怎样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啊，也是未来这些企业需要研究的课题。没错，在最近这些年啊，国外有一些公司是新开发出来几种非常人性化的假期，我们来挑几个跟大家说说看。
看看看大家来羡不羡慕啊。比如说有这个偷懒假，它是允许员工在感觉到自己疲劳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假期，而且这个假期是正式的写入了这个雇佣合同当中的，是跟这个休假福利是一样的，它是属于这个薪酬包的那一部分之内。哎，我觉得我每周都要申请一下这个假期，跟休假福利不一样，这个休偷懒假是不用提前告知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几天的偷懒假，比如每天早晨啊，有一天早晨你起床以后很不想去了，或者没有起来，哎，就可以不去，利用这个假期在家休息一下，调养精神，以便于更好的工作。在英国和美国呢，这种做法就很普遍。最先提出偷懒假的这个概念的是英国一家公关公司，他们从1997年就开始为工作疲惫的这个员工啊提供这项福利了。嗯，还有一种这个奇葩的假期就是失恋假，日本就有一家公司为他们的员工推出了这个失恋假，因为管理层会发现这个恋爱关系破裂会带来的一个情绪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会关乎到这个员工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所以啊，在一段长期的恋爱关系破裂的初期最难熬的时候，公司是允许这个员工有一段时间来疗伤，这个失恋假就随着这个员工的年龄增长而增长，30岁以上的员工每年可以有3天失恋假期来疗伤呢。我觉得特别人性化，是真的，你如果要是经历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很难过的时期啊，需要时间来 recover， 当你恢复以后才能更好的工作。其实这么人性化的关怀啊，我都想故意失几个恋爱，我觉得真的是很，就是一定要拿到这个福利来享受一下啊。确实呢，在现在的年轻人中，80%会觉得疲劳，哎，连续出差啊，双休日加班啊，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儿啊，类似的这种抱怨在生活中啊真的是不绝于耳，但多数人没有把长期无法消除疲劳放在心上。随着这几年啊过劳死的案例层出不穷，并且年龄越来越低，慢性疲劳症在高压力快节奏的现代人群中蔓延和展开。嗯，真的，这个健康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偶尔的疲劳不断的积累就有可能会演变为慢性疲劳，损害健康。因为啊，人体是有这个代偿机制的，偶尔的疲劳是可以通过你多睡一会儿啊就能调节过来，但是如果长期的疲劳下去，就会导致这个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那么休息也无法会恢复的。这就好比你有一张信用卡，我们可以透支一部分的钱，但必须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内还款，不断的透支却还不了款的话，你就要破产了。所以呢，劳逸结合啊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回2.5天的小长假的提议能不能实现，但希望每个上班族都能享受到双休日，让大家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保障。那么这一节的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